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瑞 ，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 Waycraft。OK， 我们现在终于暑假了，然后我们又可以回到我们的 Waycraft 伺服器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说你们看到的话，就是我有一点lag。然后，对我现在有点lag，然后我看到团团他是叉叉的状态。我们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伺服器刚修好，就是说他之前好像有问题，然后他我们都没办法上线，但后来就现在可以上线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，所以他现在好像有点不稳定的感觉。那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刚也是这样。好，反正可以跑就好了。对，那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的 Waycraft。OK， 做一个盾牌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 Waycraft， 升到 1.10 了，所以我们就是 1.9 的战斗系统。Alex 的也回来了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终于又可以来享受我们的 Waycraft 伺服器的生存。OK， 那天哪，我今天讲了好多集的，好多次的。OK 哦，那我现在想要干嘛呢？OK， 现在有点累个。那这一集呢，阿瑞是有点想要做类似一个路到我们的那边站，然后团团离开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他又加入了。OK， 现在有点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是想要做一条路从这边，然后一直就是走这边，然后延伸到这个区块，到我们的这个算是农场的地方吧，对吧、啊？到这个地方，那我现在肚子饿得好快哦，天哪！我现在连进食都有问题耶，太可怕了。好，那我正在想我要用什么路。我们外面的话，跟里面，小柯这边他是用这种小碎石的感觉，那我也用一点小碎石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所以言而总之呢，我们就赶快来挖吧。哦。我的 OP 稿真的还不错，真不错，有 OP 稿真不错。我看一下他多少，团团是叉叉，我也是，你是叉叉，我才一个。总而言之就啊。这个有时候 Waycraft 就怪怪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路要怎么做好了。我们先把路稍微，你看，有时候都会慢一拍怎样的。那我们就先这样挖。哦，好，完蛋了，我们挖的东西都没有掉。不知道耶，小柯很顺啊。好，现在是完全处于一个 lag 的状态。天哪、啊、！OK， 继续挖。然后团团又离开了。然后我们可能也要等一下。哦，天哪、啊！问题百出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。OK， 这样，他慢慢的蹦出来了。我现在才两格哎，哇！好，这整个是慢半拍的一个节奏啊，太猛了这个。好，赶快吸，对，没错，都把它吸起来，吸起来，可以吸起来了吗，大大 ？Hello， 好，那我们就先在这边摆放好了，不然感觉上。不会有很大的效果，对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做一个三格宽的路好了。那一样是用我们就是最熟悉的那种乱乱的排法。
就之前应该有跟各位讲过这个怎么用吧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就随便放随便放，然后它最后出来的成型呢就是会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感觉。那这边啊这样，诶现在有顺一点点，顺那么一点点。OK， 好，那继续挖，继续挖，继续挖，然后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这边是想要做一个半砖，所以我这边刚好有半砖，很好，这边，所以这边放着，然后我的半砖呢？哎，我的半砖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半砖呢？哦，出现了，出现了。好，好，我们这样放，然后这个放在这边，然后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盖我们的这个道路。搞什么？现在超级累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哎。OK。里面穿插一些些的泥土，比较自然一点。一样就是随意的放，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在，我们在这边往下好了，对，那就是这样，然后就让那个草可以顺利的这样长过来，好。那这边用完之后呢，我们再用个，这是叫什么？安山岩，我们放一点安山岩，让它有一种乱乱的感觉。这边放一点，哦，没了。好，平滑的散长岩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哦。好，我现在做的动作它都整个慢好几拍欸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情，从来没有遇过，虽然上次好像也是这样，但是反正就怪怪的就对了啦。好，反正我们就先将就着玩吧，之后再看看他们那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。这边不应该放这里，在这个在那里，我们把这个放这里，这个这样，好，砌起来。想放一个闪，这是闪长眼吗？对，闪长眼，放一个闪长眼放这里，然后这个放这里，然后反正就稍微填起来。感觉上这边有点太密集，所以这个我先挖掉。然后这个可以放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想要去做一个石阶梯放进去，所以那就借一下小柯的工具台。工具台。工作台。OK， 工作台终于开了。这样。拜托不要站 OK， 拜托不要站 OK， 好，做出来了，就不要到时候再又回收回去。OK， 这个我们放这中正中央，放这边正中央，放置一个在这边好了。好，然后还有哪边可以放呢？这边也放一个好了，然后这个放这里。好，这边用泥土填起来，然后这边是可以用一个这个石阶梯，然后这边再用再填起来。哎，不对。我们是不是还要再用一个啊？啊，对，我们还要再上去一格，所以代表说，这个我要挖掉，
后这个放这里，然后这个放这里，这个放这里，然后这个放这里，然后我们把我们安三眼再放进去，这个放进去。哎，不对，哦，好，它要变了。这样好看吗？这样好像怪怪的哈。好，不然我们就别用这个好了，我们还是一样用半转，这样上去就好了。这个地方先不要这样用，放这样。OK， 这样，这样呢？好。OK， 它慢好多拍。天啊，超级不习惯的，它整个一直慢半拍，慢半拍。好，这边可以放一个这个。然后呢，我们拿一点鹅卵石放进去，填进去。泥土填一下，填一下。好，这样，这样，这还 OK 吧？哎呦 ，OK， 我们的这个路一半就这样做完了。然后我吃个东西，好，我可能是吃不了这个东西了，我可能是吃不了了。天啊，超GG耶、欸！欧巴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玩下去。我现在是多少一格？好，真棒，至少我有吃到。一块，然后我觉得我等下第二块也会吃进去吧。好，踩了压力板，他要让我开了吗？哦，终于开了，终于开了，好感动哦。OK， 好了，我觉得，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这里。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能做什么，但总而言之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很累的状态下盖了一个小小的道路，从那边到一半。那我觉得我们下一集，我看我还是等到我比较可以比较顺一点的时候再来玩好了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是累个到爆哎、欸，我现在只有两个对吧 ？OK， 好啦，那就希望我们的 Waycraft 系列可以。变得比较顺啊，也希望他们会修好这个事情吧，对吧、啊？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